大家好，我是美图洛杉矶领先地产的 Jason 牛，我们又见面了。那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我 Shade Tree 在 Ontario 的一个新盘。那今天呢，它是有六套的样板间现在开售了。我现在呢，给大家售的这套样板间是在它的大户型里面的第一套户型，就是 Elmwood 的 Plan One。它是一个大平层，非常的稀有的户型，三房2.5卫外加一个厅。我现在带大家走进去看一下它内部的结构。一进门是非常宽敞的一个走道，然后我们右手边我们走进去可以看到它这边的侧卧以及这个其中的一个厅，这边有一个这个推拉式的拉门啊，这个拉门后面就是这个房子的办公室。再往里面走就是两间侧卧，这个洗手间就是给这两个侧卧公用的。沿着这个走道里，中间我看到的就是它的洗衣房，然后这边我看到的是它的半卫。我们走到这个中间的活动区域，敞开式的厨房。那整个房子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包括在里面，因为我们是在卖样板间。大平层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层高非常高，十尺的层高，而且它的房门都是八尺的房门，所以看起来非常近。那我们来到这个是我们的 family room， 我们的家庭房。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主卧，它的两侧一共是三户套卧，它的采光非常好。然后侧边呢，就是主人的浴室。左右两个手台是给男女主人的，各自一个。然后我们的淋浴区也是非常宽敞。然后衣帽间是在主人房跟这个洗衣房相连的一个。那从它的敞开空间往外走，就来到了加州屋，这个是跟户外相连接的一个空间，半封闭。那这个空间也很大，差不多看起来有10尺乘以11尺，所以可以在这边摆一个 barbecue 的烤炉也是蛮好的。OK， 那这套户型我刚给大家也介绍完了。总共是三房2.5卫，加了一个办公室，它目前的售价是109.01万，我们还没有完全上市，是一个预上市的状态。那么对这一套户型感兴趣的小伙伴，你可以来尽快的联系我，我可以帮您预约售房。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 Elmwood 的第二套户型 Plan Two， 它的总面积是3400尺到3600尺，一共是5房4.5卫加一个 loft。那一进来，我们看到它的大厅，它的 ceiling 也是10尺的 ceiling， 所以也是非常的阔气。一进来的右手边，直接就是看到了它第一个的卧室。那这是一个套间，包括了卧室和它的浴室。我看到它的这个厨房是非常的宽敞，非常的大气。看到这个 family room 是跟厨房是完全是相连的，中间是一个火炉，那我们的这个摆放就很开阔。从这个门进来呢是车库，沿着这个方向就来到早餐厅，早餐厅再往里看到是一个游戏室。游戏室里面有一个小储物间，
如果有需要的，当然也可以把它改造成这个衣帽间，旁边连的就是范围。我们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它的户外。我们看到这个户型的加热屋是更加的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加大的加热屋，有两个加热屋的长度。旁边有一块在这边，如果是有养宠物的，是比较适合让宠物在这个小草坪上。好，现在带大家看，二楼一上来就是非常敞开的 loft， 走到最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到主卧。这个主卧比刚刚我们看过的一号户型要宽敞很多。它的主人的浴室也是在卧室的侧边。当然衣帽间也是很敞亮的。主人房出来它的左手边是两个侧卧的区间，那中间连着的是洗衣房。这边侧卧是单独独立的，从这个门进来就是厕所。然后侧卧本身以及它的浴室都是单独的。我现在的左右两边就是这个房子的最后两个侧卧，他们共用的就是中间的这个浴室。是五房4.5卫加一个 game room 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loft， 目前的售价是123万，仍然不是上市的价钱，我们现在是预售。那么对这一套样板间感兴趣的小伙伴，您可以尽快联系我们，我们来帮您预约看房。我现在带大家来到的这一套是标准大户型里面的第三套，也是最大的户型。那这套户型是子母套房，所以如果是想买子母套房的小伙伴。这个整个这个房子一进来，它的这个装修也是非常的高档，是全是用石头这样垒起来的柱子。那这个我们目前的入口是房的入口，等一下我们看到另外一边是子房的入口，所以完全单独出入。你先看一下，我房一进来就看到一个非常开阔的房间。那目前这边呢是三个入口，然后。但是当然也是一个早餐区，以及我们这边是三个，这边也是有 built in 的microwave stove， 然后冰箱以及我们六个方向的一个厨房炉头。那这边是用来烹炸，应该是用来烹炸的一个区间。它的喷泉非常的大，这个是一个步入式的喷泉，是在厨房的后边。那这里也很方便，从车库的入口直接就可以来到喷水，购物的一些东西直接就可以摆放进去，所以是很方便的生活。那厨房的背后呢，有一个隐藏的区间，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个房子在一楼的卧室，也是一个套房。在经过子房的入口处，看到这边有一个半卫。好，子房一进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看到它也是有一个小厅，当然这个厅实际也是一个厨房的功能之间。那这边呢，它应该放一个电磁炉之类的一个厨具，因为我们上面的这个是微波炉，以及这个是抽烟机的一个一体化的。然后手持是在它的右手。然后这个是纸房的洗衣房，当然这个里面要放这个 stacking 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就是上下叠起来的。纸房卧室是在这里面，那旁边连着就是它的浴室。
到的横穿长廊，这个 loft 是三个户型里的最高，旁边它有一个也是 building 的一个设计，相当于是一个三方公众外，也可以给它注册运动外协会的一个地方。最里面就是两个侧卧，左右各一个，这是他们共用的浴室。然后洗衣房是在走廊的末端，对着洗衣房的地方就是主卧，那主卧旁边有一个浴房间，是主人用的，不如厨房。主卧房空间非常大，男女主人的手持也是在左右两边。一个角落里面还有一个卧室是单独的，